悬疑问答。超度亡人比活人念身体所需要的小房子少很多，是不是死亡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受报，报掉多少业障呢？没听清楚，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就是说，是否就是我们超度亡人，不是比活人念小房子需要的少吗？就是超度亡人，是不是就是说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受报？如果是受报的话，报掉多少业障呢？一般的，一半以上总是没问题的，一半以上，一半。哦。因为只有当你超过一半了，他才会把你带走。他才会让你这个劫过不去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